啊，阿丹已经没了，阿丹命用完了。我感觉我还好吧，我得分第二。虎皮花菜。拿火箭两下一个人，白扯，伤害哪有那么多？那诸葛亮还能用一下火箭啊？这个火箭，我伤害已经可以了，现在六级了。张飞都十级了，你怎么十级啊？捡的钱多，你捡的钱多吧？我现在没捡多少。我早知道还不如玩诸葛亮呢，他妈马超拿火箭冰箭感觉有点弱呀、电箭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拿、这个好像有个人不能打，拿电箭的话忘了，拿电箭有个人不能打，那怎么拿呢？问题是十级以后的张飞无敌，有多屌啊？很屌吗？哎，谁又来了？哎，这谁啊？这不认识，这不。没有吧？不是我。这水友退一下，这水友退一下，开禁猜呢啊！这不瞎搞吗？不对，水友不应该知道密码，那小歪歪水友吗？应该。你这不瞎搞吗？赶紧退，赶紧退，自杀，自杀。啊，会员可以随便进房间、啊？会员吗？会员不要密码是吧？二十四级，是吧？也没见识啥会员。哎，你又，哎，我操 ，sorry。张角金捡一下，张角金，白扯呀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走啊！这我不能踢人吗？正好这个路人怎么进来的？这是学，看到了。哇，活命！他是小歪歪的，他说他小歪的水友，他小歪歪的吗？小歪你进来干啥？我开竞猜的，我操！
退一下，退一下呀！直接退啊，直接退！带你什么东西？他说带你飞。你把竞猜都赔一下。你来带我飞来，我需要你带我飞吗？不是影响大不大，这不影响我直播吗？我真的要生气了，我操！貂蝉是追着我打的，你们打貂蝉就行了。老毕好连啊，老毕玩的好得很，张飞。毕呀、啊，我回血，我回血。无字天书，无字天书。傀儡娃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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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傀儡娃娃。下面那个娃娃，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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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两本都是无字天书，可以回半血吗？两本都可以回半血吗？是不是？血掉没了，可以回一下。可不可以回啊？血快掉没了，可以用回到半血，但是不能回满。那我两本了，那我等于有一条命了。还可以吧，将就用一下。这是攻击书，什么是攻击书啊？风书跟雨书，啊、一本风书，一本雨书。你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风书雨书，风书雨书。哦，风雨。不是那个。下面这个锤子是干嘛用的？锤子？不知道，忘了。哎，一个我吃了。感觉张飞的伤害好高啊，一套脸就死一个铁甲兵。这个黄盖吧，可惜没有周瑜啊。吕蒙，哦，吕蒙。伤害很高吗？来来来，凤叔，凤叔，快快快！我不用的话，等我用不了了。我去，一起去。来，继续雨叔。范云千里。按快点，按快点。傀儡娃娃。定住了，定住了，我来。哎，这个火箭它连不了啊，好烦呐、啊！这火箭。火箭是连不了啊。
锤子有什么用啊？锤子，我用一下啊。雷神锤，雷神，雷呢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野火燎原，马超的马超这个大招真的很难中，真的超级难中。你有我的难中，我的也很难中啊。我吃个血啊！这他妈的能打到啊！乌皮化塞，这酒干嘛呢？加血加血，加一点点血。锤子配合，锤子配合这个